台南市政府劳工局做工行善团为推动黄伟哲市长希望家园理念假日再度启航，为劳工弱势家庭修屋。今日10月26日，志工兵分两路，铝制品工会及电子机械加工工会前往柳营区刘姓案家安装铝门窗框架、屋顶铁错及钢板施作工程。台南市泥水业职业工会志工则前往六甲区为陈姓案家进行地坪混凝土及粘贴瓷砖施工。劳工志愿服务协会也协助相关作业。本周修缮马不停蹄，连续几日都有修缮施工。大台南总工会温馨相挺，副理事长陈美静、监事会召集人沈坤海、监事王梦燕、理事郭国仁、秘书长沈宣臣等人都到暗场关怀，或送饮品、点心，或提供午餐慰劳辛苦志工，共同打造温暖城市。劳工局长王新基表示，好，今天一大早跟我们泥水工会的志工伙伴，尤其在我们司理事长带领之下，今天先来到了我们六甲的东高纳这个地方，就是乌山头水库里面。以前跟大家就会有讲到一个梦珠湖，这是以前拍电影常到这边取景的一个地方。因为这边这个湖岸组因为居住环境非常的不好的部分，所以我们就开始启动来做规划。尤其我们今天这一个修缮案，我们服务到目前11年第一次见到，因为距离陆地可以说材料什么都没有办法进来，尤其我们基础的保温，所有的材料都是人用人工人力扛进来的。那今天我们要做地板的铺设的部分，包括大泰卤，还有这样厚咖啡，我们那么空车马上停在外面头800公尺的所在才能够接管试运进来。所以我们可以说房屋修缮服务到今天11年的第一次碰到这样的服务案，但是起吊工无论如何也是要克服各项的困难要把它完成，所以我很感恩我们的志工伙伴，就想尽办法克服我们这样材料运送的部分，所以我们应该可以说相关的瓶颈都克服完了。那、当然今天我们泥水志工伙伴的会来进行地板的铺设两态度，那后面会接着水电我们都接着来运作的部分。尤其昨天我们杜理事长来接外线的电影的部分，因为以分类给他发一点啊，所以要把它变成220的电。我很感恩台电的帮忙，也让我们申请我们准许了。那另外一端今天一样，我们林正雄理事长也带着志工伙伴会到柳营去做那个梯础的搭设的部分，他已经进行3-4天了啊，因为那边一样工程非常的浩大，一样大的案组大的组就没帮了啊，所以那边也优先来做启动施工的部分。再次代表我市长真的抱着非常感恩之类志工伙伴都很敬业的部分，尤其今天我们的铝门窗，我刚才讲的李营的李明川都今天会去做完成。那、另外一个部分我们很感恩，因为伟哲市长虽然说我们这样的房屋修缮这刚能来这个政策如果要永续的推动下去必须要一个大水库理论，可惜有技术的人到第一线啊，有钱的人来关在了钱，有家库的人都要太换的时候都建出来，所以我们地震局我们陈局长我们的响应我们伟哲市长的大水库理论，所以昨天也没和我们这些志工伙伴去，先昨天是由我们政县专门委员及方成哥理事长带领的木工，我们去探去现勘我们回收的二组家具是不是适合回收回来再利用的部分，这个是伟哲市长的大水库里面一个回收二手家具非常好的部分，因为从把垃圾变黄金，把黄金变爱心来呈现浙江人的爱，在台南是一个非常享受的风景，在我们是一个有爱的城市，大家小景这位共同来拍拼加油。居住于六甲区陈姓两兄弟暗地领有身心障碍手册，与兄长同住，两位皆因身体状况因素无法工作，仅靠身心障碍补助金生活。居住的屋龄约80年老旧房子，屋顶漏水，地基不稳，恐影响居住安全，但因家境困苦导致无力修护房子。劳工局做工行善团于5分之10起由泥水工会进行整地，电器工会配置临时用电，劳工志愿服务协会出动志工人力协助将铁皮建材由庙口搬到案家门前，电子机械加工工会完成两房一厅的铁座搭建，电器工会也完成配置水电管路、电线施工，
今日由泥水工会进行地坪混凝土及粘贴瓷砖施工，吴通龙议员、陈廷飞立委服务团队也到场关心，后续将还有铝制、木工等修缮志工接力施工。由于六甲区案家地处偏远，中餐感谢台南市餐饮业产业工会为志工们备餐，让志工们吃饱饱，修缮有体。居住于柳营区71岁的独居刘姓屋主，因为早年离婚没有子女，生活费用为每月8000多元的中低收津贴。目前居住的房屋因为房屋老旧，屋顶及墙壁倾斜，屋主无力负担修缮费用，经由修缮团队的协助下，本周10月24日已经由电子机械加工工会志工进行屋顶铁锉、墙壁钢板施工。本案陆续还会有电器工会志工进行电线配置、灯具更换及木工工会志工进行天花板轻钢架施工、油漆工会进行隔间防水及粉刷等。透过志工伙伴们的齐心协力，让刘姓屋主重获一个安稳舒适的家。沈家凤议员服务团队也到场关心。另外，市府地政局梅河东区松丹达利接待中心之二手家具，10月25日劳工局与木工工会志工等人也至现场评估适合修缮户使用的家具。王新基局长表示，感谢本周齐心齐力家庭志工、电子机械加工父子女档林正雄、林亚卫、林芷莹、泥水工会母子档胡柳尊玲及胡胜浩子，劳工志愿服务协会黄吉利及吴秋美夫妻，吕志品、张世明及黄金文夫妻，台南市餐饮业产业工会郭国仁、钱云芳、林佑厚、刘雅慧两对夫妻。市长黄伟哲表示，劳工局为植栽，若是劳工修缮房屋，不仅是全国首创的善举，更希望藉由抛砖引玉，号召更多资源投入公益，透过民间与政府共同合作的力量，帮助更多弱势劳工，并感谢志工们一起用专业来守护台南这个有情有疼心的城市。以上是大北门新闻网报道。